拼第二胎啊。阿布克生好补精，最怕女儿这样做。38岁的阿布在情人节这天大啖生蚝。哎，这道佳肴来自料理达人潘蒙仁。看到老师悉心准备有没有？吼、哦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相信阿布回到家呢，应该可以给老婆Michelle满满的精力。哎，除了拼第二胎，还有精力来照顾周岁的女儿。那女儿如果以后交男朋友，你有什么？我不想听。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而且连那个姓名学的老师，他都跟我说。惹动新闻有没有这么崩溃啊？报道。